黄的饼干它脆，圆的饼干它香，方的饼干它可口，圆的饼干它健康。方的圆的，方的圆的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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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方的圆圆饼干世界梦。哦，饼干紧张。警长失忆。早上好。警长日报，哇，有心必达。滑稽的邮差，滑稽的警长。啊，新的报纸。新的报纸。快看看，有什么新闻？快来看看饼干城有什么新闻。干杯！干杯！考考你的记忆力，找出这张画与原画的不同。曲奇，快来找找，看看到底谁的记忆力好。这儿，还这儿。哦，哎呀，这儿。头，你竟然连一处不同都没找出来，你的记忆不大好哦。什么？我的记忆力？对。不太好？对。喂，尊敬的女王陛下，啊，对对对对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，举报信，这怎么会呢？哎，完了，女王又接到投诉我的信了，这下我又得扫大街了。哎呀，有心必达，你的心，有心必达。有心必达。头，你又记错路了。是吗？头，你的记忆力真的出了问题了。警长，基于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表现，我要奖励你。什么？奖励？我要奖励你把整个饼干城的大街扫完。什么？整个饼干城？对，先从王宫开始扫。别让我扫大街了，我干什么都行。是谁？是谁写的举报信呢？哎呦！哟！哎呦，好险！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又是你，饼干警长，你竟然毁了我所有的收藏。你。还要装晕吗，饼干警长？
你是谁？我是女王，你竟然敢连我都不认识了！唐昊，你是不是被砸晕了？你还认识我吗？不认识了。医生，警长他到底怎么了？你好，你是？我是曲奇呀。请问你有什么病？看病的不是我，是警长啊。对，是警长。请问你哪里不舒服，警长先生？天哪！饼干警长他怎么了？谁是警长？对，谁是警长？你是谁呀？你还问这种问题？我是谁？医生吧。那我是谁呀？对呀、啊，你又是谁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两个糊涂蛋呢！糊涂？不，他就是失忆症。失忆？是失忆。完了，头真的失忆了。警长失忆了。这下女王陛下可能要生气了。不过假装失忆要比赔偿那一屋子的花瓶要好啊。真是可怜的警长，那给他放个长假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。什么？一向任性的女王居然会这么通情达理？失忆的警长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失忆的警长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你们是谁呀、女王陛下，快把神圣钥匙交出来吧！警长，你还记得这对拳头吗？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装着失忆呢？没脸大盗，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神圣钥匙在哪里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。请女王上船。住手！放开女王！你恢复记忆了耶！没脸大盗，你们休想得逞！女王陛下，打碎花瓶的真的不是我呀！你，那还有谁？是您自己。
明明知道是自己弄碎了花瓶，凭什么还罚我扫大街呀？虽然这些东西不是你打破的，但是举报信的惩罚还没有结束哦。睡吧。